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道菜呢叫八宝珍馐，是我们用这个鱼肉、猪肉以及这个天牛做成了一个馅料，然后塞到这个豆泡里面进行简单的炸制之后，然后再进行烧制，很好吃，像鸡肉一样，还很脆，就像鸡米花。反正我是不会主动去吃的，如果说就是我的朋友带着我一起吃的话，我感觉还是挺好吃的。